I don't know. Yeah, I'm like, is it possible that... if it's open, but... Yeah. You did the hot plate? I did. 我叫汪言，是旅言的言，然后我家在北京，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我高中去申请的专业其实是插画，所以我申请的所有学校，我都是想着插画去申请。我比较喜欢这种和材料一起工作的过程，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画画。我刚上本科的时候读的是插画，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单纯绘画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感觉不太完整，就画完一幅画总觉得它没完成，然后也没有办法知道它什么时候算是完成了。在接触版画，像陶瓷版画这类手工艺的东西以后，我觉得就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也是个非常心理的东西，让我觉得这个作品它在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以后就是被完成的状态。有这种想法。这个就是我们用这种酸液腐蚀的时候需要的一个 guide，左边这张就是石板画，因为你是要在阿拉伯胶里边滴一滴一滴的去加这个酸，然后不同浓度出来是什么样的深度效果。我是高中毕业18岁的时候来的美国，然后我在美国待最长时间的一个地方就是巴尔的摩。这个地方它没有什么亚洲人口，一般大家就会劝你别来这个地方。我本科的时候有一次在公园里面拍照片去做学校作业，有一个小男孩可能7、8岁的样子，他和他朋友在玩，然后他就在远处看到我，我能感觉他的视线，但是我觉得哦，没有关系，你没有去看他。过一会儿他跑过来跟我打招呼，你跟我搭话了，那我想看你说什么。他第一个问题是你会说英语吗？我当时其实没有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或者他这个出发点到底是怎样的。我那天到家以后我想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他可能像很多巴尔的摩的那个地区一样，他生活的他长大的那个社群其实他真的没有见过一个活的亚洲人。但就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他能反映整个我在那个城市里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让你认识自我的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或者说我在表达方面我需要去强调一些什么，其实就是我想在我的作品里表达什么。比如说我会画一些人物，但他可能没有在做某个具体的事情，一些什么树啊、影子啊之类的这种画面，去寄存我当时的一种情绪。刚来学这个艺术专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不想想得太远，就是说哦，我现在很喜欢做这个东西，我很想专注于我每一个作品上能不能做好。有时候我们其实在回避去想说几年后我要怎么工作这件事，但就大四开始，我觉得学校也会把你往这个方面推，就会让你去想一些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就会意识到做一个艺术家它不是这么抽象的一个概念。艺术家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职业，然后他作为这个职业来说，他需要做什么，他需要去搞个人营销，他需要去做市场，他需要很多很多社交方面的工作。其实你创作反而可能变成了不是你全部 的事情。我之前其实在版画实习里面也有类似于教一些 workshop 这类的事情，我就会想说哦，那我可不可以把教学比如说以后当一个大学教授纳入到我职业规划里。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艺术家这个职业你很难想得特别远，因为它这个职业本身就像一个橡皮泥一样，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可能再过5年这个职业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关注当下能做的事情，